哎，兄弟，哎，你会唱那个鼓声落下吗？歌声落下，不会。哎，那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就会快活。可以了，可以哈。啊，我跳起这个会。挂着你比你山坡淡水哦。啊，我等落去，等落去，唔通偷开。跳落去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。好，你到底是哪里的兄弟哈？真的台湾哪里哈？我台中的啦，中部的。台中啊，中部的。本来我想到台南去玩的。你想看古迹吗？什么古迹啊？台南古迹比较多。对啊，台南古迹啊。槟榔西施，我想看槟榔西施。现在没有槟榔西施啊，没有了。桃园的交流道附近应该还有，就是已经快要灭绝了。我靠，真的吗？对啊对啊，比较少了。怎样？你想真的想看啊？很想看啦，总都想尝试。哎，那个槟榔西施是怎么玩的？就去买一颗槟榔，他就穿得很少很暴露的那种。What？ 啊，怎么有一个人啊？快跑快跑，我先溜。他就是穿得很清凉，然后买几粒送两两粒，你知不？你前面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买几？买几粒送两粒，买几件衣服送人了。不是啊，就是都穿比基尼在卖槟榔。对对对，就是买、啊、买一颗送两颗。哦，两颗葡萄。这我没说啊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台湾兄弟说的，嗯、啊，买一颗送两颗，对对对，听上去蛮好像蛮好玩的，贵不贵啊？我其实我没买过耶，另外一兄弟有买过吗？台湾兄弟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台湾乡比较少吃槟榔，就是不太健康。哎，五方向看到了，一号脸上，哎，不是，我是一号，妈的，死吧！我来，哇啊啊啊啊啊！小姑娘一个，两边都有人。你明天上班吗，兄弟？要啊，我这一场打完要休息了。OK OK， 要上班。好、啊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你那个老婆睡了吗？应该睡了，应该睡了。你在书房玩是不是？没有睡，没有书房了，我这个是阳台。嗯，阳台，封起来就好了。哦，啊，下雨天。下咪耶。我说啊，台湾兄弟很可怜，他打游戏在阳台打，好可怜啊！我靠，什么情况？你看，谁叫你在阳台上打的？你跟我讲啊，你同我讲。那个气密窗装起来就像一个小房间啊。哦，不是，他老婆叫他说，哎，你要打游戏，你就去阳台打，你就不要跟我。这没办法的了，我在家里面抽烟都到楼下去抽的。哎，往下走好了。哎，我喜欢你怎么讲台湾话。台湾兄弟教他。我介意你。什么？嗯？我介意你。我介意你。嘿，介意你。我介意你。嘿，我介意你。那么我喜欢你呢？那个我想你呢。我想你。我想你。我想你。嘿，我想你啊，介意你。想你三米三里。来。一起唱台湾的兄弟。脑壳是空空空。好，你再无视我，台湾兄弟，你再无视我试。我介意你，我修理你。你再无视我试看看哈。哎、欸，大陆没有槟榔西施这种吗？大陆只有发廊啊、桑拿啊、桑温暖。哦，就是按摩嘛，抓两把这样。不是不是不是按摩啊，有套餐的啊、不是有套餐的、啊、好啦好啦好啦，小交流啊，好啦好啦。哎呀，时间一晃40岁了，有什么目标达成了吗？有啊，结婚生孩子了。哦，很好，很优秀。哎，你们台湾结个婚便宜吗？结婚便宜吗？怎么说？就打个比方说，一般性就小康家庭啊，就像小康家庭啊那种。对啊，想结婚就结婚啊，没钱就去公证，去法院公证结婚啊。靠，那么简单？
就是可以。那你们那边要聘金是不是要很高？要，你最起码要有一套房子，嗯，要有车子。哇，有了车子房子，我说你帮我生个儿子。哎呦，然后晚上我再帮你找个性子。要耍你的小性子。哎，我不知道去哪里。很多朋友跟我讲去台湾玩好玩，台湾好玩。台湾不错玩啦、啊，啊，还蛮好玩的啦，还不错啦。啊、吃吃喝喝，比人好玩啦、啊。其实你说我去看槟榔西施，其实也是说说笑笑的，只不过看一眼就可以了嘛，感受一下嘛。对，那也是辛苦钱啊。啊，女生那也是辛苦钱啊。槟榔很好赚的、欸。哦，对啊。看到前面那个山顶空头了吗？冒红烟的空头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前面，哇，我，哎呦，我们会不会还没过去就被你摔死了，兄弟？嗯，我再打一把，他妈的，做一会儿事情了。可以啊，这要最后一把了。工作了，我要画图的。OK， 设计图要给他们。不好意思了。不会啦，哎，别那么那个啦。哎，见外哈。空头呢？嗯，在旁边啊。右边。你。好。我们两个随户去看台湾大哥哈，好看他舔哈。嗯，我没有要舔。嗯，保护他了。好了，哎，你们也拿一个。好，来，其他都给你们。给你们。我拿个三级头了。狗杂不拿吗？啊，你等我把四倍镜也丢出来，好可爱。全套丢出来呀、啊，总归要丢嘛，丢全套了。对，全套比较划算，也比较舒服。嗯。哎呀，开玩笑的呢。三句不离老本行啊，兄弟。呵呵，做啥的？啊？你做啥的？我警察。哦，那你真的还是假的？现在是内勤呐、啊，就上下班做文职的。是吧？对啊。很好哎、欸。老了啊，要当文职的不能在外面了。那你是以前年纪轻的时候一定在外面冲的，冲锋的，配枪的。对啊，哦，好棒哦！年轻的都是这样啊。哇，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想要进，就是上下班比较安定啊。啊、也比较安全嘛。哎呦，有家室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肯定经历过很多、啊，对吧？还好哎、欸，台湾没什么那个。台湾敲诈很多的，竹联帮、水联帮、什么帮，那还有丐帮，对，嗯，丐帮，我们是工作帮、打工帮，那、啊、换一台吧，这台看起来油多不多？这台满油，好，这一台标一下，兄弟标一下，好，标一下，好，标一下，来啊，标一下，来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走，来啊，走，我等你一下，让你一下。我车上站了个人，没办法的。我台湾车王哎！我靠，兄弟，你是不是叫藤原炮海 啊？我是藤原啊，怕啥回来？有人打，很凶啊！警察也敢打啊，兄弟。小心啊！近点再打，我们比较菜，还是要让他们先打。我先准备一颗瘤再说。瘤是什么？毒瘤。有瘤弹的。好。就是拔蜡嘛，哎，丢 ，can 拔蜡 ，fire hole，nice 啊，兄弟 ，can 的好，哇，脸上哦，两只，哎呦我操，找一个，我打倒一个，下面树下还有，哎呦我靠。过两天了，兄弟一起玩了。谢谢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